张靓颖冯轲已离婚，知情人称俩人分居，一直未领证。张靓颖三年前和相恋13年的 CEO 经纪人冯轲完婚，虽妈妈一度跳出来反对两个人的婚事，让家丑全摊在阳光下，但之后又上演大和解，让人看得一头雾水啊。近日网上都有消息疯传张靓颖已和冯轲离婚，对此有媒体采访到相关知情人，对方爆料称俩人去年10月份就已经分居了，张靓颖正在独立筹办演唱会，但两个人相伴多年，尚不能马上分开，也不排除会和好的可能。同时网上有网友表示张靓颖和冯轲一直都没有领证，而早前张靓颖的妈妈也曾表示户口本在她那儿，当时张母极力反对女儿这门婚事。据张靓颖经传离婚疑云，是因为张靓颖好友作词人文雅朋友圈发文一句祝你幸福你值得更好的被解读暗指张靓颖冯轲婚变，文雅还提到了女孩现在北京居无定所，已换旅馆居住大半年，